在职场中，人们总担心说错话会影响到未来的升迁，让表达自己的想法变得充满负担。Acer 针对上班族推出世界最轻薄 Swift 笔电系列，我们将没有过多复杂设计的商品轻薄特性，转换成消费者的心理价值，摆脱不需要的负担，摆脱不需要的。我们将 Acer Swift 系列一、三、五、七四台机型转换成四个符合目标消费者且台湾人熟悉的职场角色。哪个好？我想 A 还是 B 呢？是 A 还是 B 呢？猜对了，你就有机会得到升官发财的大奖。A 还是 B 呢？我只是一个人，要怎么跳两个坑啊？订便当，这种小到不能再小的事，我也不敢决定。我对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其实也感到害怕。新开的牛洞好像蛮好吃的。快六点了，要帮大家叫便当吗？现在应该有比吃便当更重要的事。现在应该有比吃便当更重要的事吧。影片公开前，我们推出职场生存之道前导影片，并创造让上班族们发现自己负担的心理测验。Campaign 推出短短三周，立即引发热烈回响。台湾上班族在工作与生活上都充满了负担，我们希望透过 Acer Swift 轻薄笔电的轻薄特性，能够让他们摆脱负担感，认同 Acer 的品牌价值。